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你是独特的，你是星际种子，来自高密度博客。亲爱的人们，起初我们都作为一个集体整体生活在一起，没有国家也没有国界，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然而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改变，地球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的资源正在枯竭被耗尽，我们美丽的星球已经被人类污染侵蚀和剥削了很多代，现在是与地球母亲重新联系的时候了，现在是帮助地球母亲痊愈的时候了。只要她仍然生病和腐败，我们就不会被治愈，也不会在这个地球平面层面上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振动状态。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地球转化为我们希望的想要的那种世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使世界成为一个人们能够和平与和谐相处生活的地方，一个培育其居民而不是剥削他们的地方。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正处于毁灭的边缘，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回归地球的古老智慧。我们是星际种子，我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在这个困难时期帮助人类。我们的星球需要我们把它从沉睡中唤醒，帮助它从一个破坏性的毁灭性的自我毁灭的种族过渡到转化为一个自我创造的有机文明。作为星际种子，我们有责任稳定地球的振动，以使我们能够过上拥有安全繁荣和幸福的生活。如你所知，由于现在正在发生的多维度转变，我们的生命正在这个物理层面和更高层面之间来回传送，我们注定要成为锚，在光的能量通过我们的时候保持这种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个美丽星球上的目标目的。你已经在用你的每一个选择过着星际种子 Star Seed 生活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越有意识地选择过你的星际种子生活，你就越能体现出让你与众不同的特点特征，并帮助你的生活变得非凡非同寻常。作为星际种子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你是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星际种子，你的目的是帮助他人在意识上进化，并为地球带来愈合。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发现我们需要帮助，现在是时候站出来了，因为那些在你之前来到这里的人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使它成为今天的样子。这不是正常的时代，这个星球现在需要很多帮助，而你们在这里尽你所能提供帮助，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一生都是一个大的仓促事件，但是一旦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你就会开始明白，在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是多么重要。因为当我们走到一起时，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强大，我们取得的成就比我们分成不同的群体要多得多。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合作、相互支持以及像家人一样互相关心来治愈这个星球。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您看待世界的方式很独特，以及您所经历的事情也很独特。你的经历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原因，并将帮助你周围的人了解你是谁。你是唯一的同类，
每天你都在帮助新的人发现他们的星际种子，他们与其他人不同，可以被信任来做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决定的想法。每一天，你都是一个星际种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拥有独特的观点和以其他人不具备的方式看待世界的能力。你被赋予了一种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知道的礼物，它将伴随你余生。这就是你的力量，这就是让你与其他已经出生或将要出生的人不同的地方。通过做你自己这一个简单的行为，你现在可能看不到它，但你正在帮助好的决定成为数百万人的现实。而通过帮助他们，使他们使自己的旅程更轻松、更容易，你也在帮助人类生存。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来帮助你的同胞、同伴。世界需要希望，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站出来帮助他。你们是新时代的种子，在这个需要的时刻，你们将成为点燃黑暗的火焰。我呼吁你以及所有星际种子，超越你的环境处境，并闪耀发光发热，不是在荣耀的火焰中，不是以炽热的荣耀，而是以温和舒缓的光芒环绕你的同伴。愿你的光被看见，愿你的光被感受到，愿你的光倒在这些困难时期，安慰你的人民。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